商业类目杂志这两天这篇文章还是挺有意思的啊。他说，越多的人用像司美格鲁肽这样的 GLP-1 减肥药，那国家的 GDP 的增长呢就会越快。这个是高盛研究的结果哦。比方说美国吧，到2028年，如果有3000万人用减肥药啊，那美国的 GDP 可以额外再增长 0.4%。如果能有6000万人用的话，那还可以额外增长 1%。 这里面的核心逻辑呢，就是说国民的健康不佳呢是经济增长的一个负担啊，因为会通过增加所谓的务工天数，比方说像早市或者非正式护理啊，使人们脱离劳动力队伍啊，从而严重影响劳动力总供应量和总工作时间。高盛的经济学家估计啊，如果健康状态不佳，不限制美国的劳动力供应，那 GDP 呢可能会增加 10% 以上，听起来很不错的哦，对吧？不知道大家同意不？看起来减肥药这个赛道呢，和 AI 赛道一样啊，还有的涨啊。